大家好，我是老彪。我今天又跟小鸟还有峰哥过来这边打鱼。这边呢，我们之前也来打过，但是很久没有过来了。今天我们过来试一下有没有鱼，那就期待我们的鱼货吧。大海狼，这条大哦，这条，这个拉力好强哦，这个，差点把我拉下去了，难高哦，爽过瘾哦，现在的水很红了，现在看不见了，那我们游回去了。我们三个人上来了，他们一个人都打了好几条，就我打了一条。哎呦，我打了一条大海狼哦，再这样下去啊，我都升级为海狼傻小了。这样搞啊，这条大哦，这条啊，哎呦，打这条鱼的时候啊，差点把我那个礁石给搞断了，这个拉力太厉害了，这个鱼啊，哎呦，那我们现在这边水又浑了，现在我们几个上来了，就准备回去了，看一下回去那边看一下水清不清，我们先拿鱼回去。好了，那我们先，哎呦，先拿鱼回去喽，哎呦。